OK， 来 ，Action！ 迁走松山机场，周边3000公顷土地完全解放，南北交通贯穿，士林内湖不再塞车，民族民权东西路媲美纽约第五大道。我若是市长，扩增专业人力与多根基金，至少30倍的规模，立即展开老旧城区的公办。未来环河南北路大跨堤的清水空间，文化轻轨线串联老台北，导入水岸乐活、创意产业与社会住宅，解决大稻埕、大龙洞、艋舺衰退的问题，可以创造近10兆的产值，让台北翻两番。过去30年，台北不断上演东区繁华、老城区衰退的故事，一个城市，两个世界。我如果是市长，大破大立的公办都更。就是改造台北，复兴老台北的不二法，请搜寻姚文智翻台北。